鹿港志诚慈善会每年伫过年前，拢会准备真济民生物资甲红包送予贫困家庭。二十号志工是分配再调物资前往慰问，希望透过慰问，可以嘛甲大家同款快乐过好年。热心的志工是分工合作，甲物资搬上车，要去关怀这困苦的家庭。鹿港的志诚慈善会，当年伫过年前，拢会准备真侪民生物资来关怀这困苦的家庭。啊，咱即届108年吼，咱的志诚善会哦，举办这个岁末慰问吼，啊，咱也真感谢吼，咱这个这主办的理事啊吼，啊，伊这个这规划吼，啊，即届阮计划就是计划那个增加丰原、保阳两个乡镇，所以讲就增拢总增加5个乡镇。啊，咱遮吼，就是共同吼，来甲咱鹿港的遮地方的遮企业，啊，为善不为人知的遮人士吼，来甲即个募款啊募资安尼，啊，大家吼欢迎的拢非常非常的好，啊，而且吼，那真感谢咱遮鹿港的遮善心人士，镇长、乡长、甲议员嘛拢特别到场帮忙，感谢志诚慈善会为社会付出。黄会长算了所有的志诚的伙伴，以及协办单位，就有咱鹿港董建辉以及吼大长兴狮子会，共同吼为这些弱势来做一个物资的捐赠，以及这次哦，真正吼嘛无同款，就是讲这回阿会长能够安发放一个红包，会当互在安低收，会当过节好年，还感谢讲咱地方所有的团队对恁的爱。咱有当时啊，咱的政府单位啊，有一寡工作吼。啊，做较无够的所在，拢是咱在社会人士呢，啊，拨出大家吼，大家共同吼，啊，拨出咱一寡啊捐款，啊，共同来，互咱全民呢，会当有当天过年的时阵呢，会当好过年，啊，大家会当安尼快快乐乐，较袂讲吼，有大家咧好过年，啊，咱在继续的话吼，因为收入来源啊有较辛苦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因为过年可能会较歹过，啊，志诚慈善会咧，大家出钱出力，共同来做一件代志，让咱在所有全民咧，有当有一个温暖的人天，有一个过年的气氛。会长表示，希望透过这民生物资甲慰问金，会当来帮助这弱势家庭，做伙过一个好年。志诚慈善会，赞！新中华新闻蔡中青鹿港采访报道。